Hello YouTube， 我系 Project A3 嘅 Mask，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只入门性价比非常非常之高嘅一只单动偏耳机。咁其实呢只耳机已经喺国外流行咗一段非常长嘅时间噶啦。咁我哋亦都收到佢嘅样品一段时间啦。咁但系因为之前忙于其他嘅测评咧，到今日先有时间去介绍俾大家嘅啫。事不宜迟，我哋即刻嚟睇睇以下呢一只耳机 Lon 03。好，咁首先讲下佩戴感同做工方面啦。咁老实讲 ，Lon 03嘅佩戴感咧就一般啦，腔体咧亦都算系偏少嘅，亦都唔算好贴合耳型。基本上咧，如果要戴得好咧，其实系需要一啲时间去适应啦，同埋去揾一个适合自己的角度嘅。咁做工方面咧，整体亦都唔错嘅。Lon 03采用全金属嘅外壳，重量亦都唔算重啦。咁比起之前水月雨嘅 KX6S 或者系 Eco 嘅 OX10 嚟讲咧 ，Lon 03都算系轻噶啦。嚟到调音方面啦 ，Lon 03采取嘅系中性稍微偏暖嘅调音，带有一定嘅音染啦，亦都算系少少 V 型啦。三频比重咧 ，mid bass 量会稍微多一啲嘅，咁亦都系着重听感多于解释型嘅调音啦。咁啊，另外一方面就系冇传统嘅 Chi-Fi 嘅味道啊。我呢度所指传统 Chi-Fi 嘅味道咧，系指类似 K2S6 嗰个版本，俾人感觉就系中频比较薄啦，齿音比较多啦，高频失真亦都系比较明显嘅。咁喺 Lon 03上面咧，系绝对揾唔到呢一个感觉嘅。嚟到低频部分啦，原线下 Lon 03开声嘅低频咧，的确系比较多嘅，特别系 mid bass 嘅部分。我自己就试过换一条银线上去啦，咁的确系有所改善嘅，大家不妨试下。咁啱啱提到 mid bass 咧，的确有轻微 bot 嘅现象啦，咁但系未至于好似之前介绍 7Hz 嘅 i99 啦，或者系再之前嘅 Canary Shift 咁多嘅。咁其实 Lon 03喺呢一 part 咧，就只算系少少轻微啦，但亦都唔会话太盖过中频嘅部分嘅。低频质量咧 ，Lon 03嘅低频系偏向厚重，回弹速度亦都唔算快嘅，力度方面适中，声音亦都唔算话好冲嘅，咁亦都唔话好抌心嘅感觉啦。但系下潜同凝聚力咧就表现一般啦，叫做不过不失啦。咁整体以呢一个 tier 嚟讲咧，其实低频嘅表现系可以嘅。咁当然啦，另一隻都系以高性价比见称嘅 Urban Fun 014啦，喺呢方面嘅表现咧就比较好啦。咁到中频方面啦，咁我自己觉得咧，佢嘅厚度亦都算系适中嘅，又唔会话有一种好空洞嘅感觉啦。因为之前其实有一啲比较调音比较奇怪嘅 Chi-Fi 啦，会有一种嘢就冇咗中低频，嘢就冇咗中高频。咁佢唔会有呢个感觉嘅，整体中高频、中低频嘅分布亦都比较自然。另外就系佢嘅中高频唔算刺激啦，亦都唔算暗嘅。咁我自己试过多乐器或者嘈吵嘅歌咧，亦都唔会话好有疲倦感嘅感觉噶啦。咁啊，例如一啲金属类啊或者摇滚类咧，基本上都可以长时间听，耐听度都系高嘅。嚟到高频方面啦，咁头先顺延翻中高频嗰个表现啦，其实高频咧佢亦都唔系刺耳嘅。都算系饱满，亦都有一定厚度啦。但如果你话延伸同亮度、光泽感啊之类咧，就太过难为 Lon 03啦。高频量咧，亦都唔算系特别多，亦都唔算系特别收敛。我认为呢一方面控制得比较好嘅。不过嚟到人声呢一 part 啦，咁人声嘅距离咧，我觉得系适中啦，唔算特别近，亦都唔算特别远嘅。人声方面咧，佢嘅表现唔算话特别润啦，但亦都唔会话好干嘅感觉啦。咁相对嚟讲，齿音咧就控制得比较好。人声亮度亦都可以嘅，男女声亦都可以听嘅，唔会话特别偏向女读或者男读之类嘅调音啦。咁整体亦都系一定厚度同埋一定嘅亮度嘅。我觉得喺人声方面 ，Lon 03系处理得的确系唔错嘅。好啦，咁最后嚟到声场解析度同分离度啦。咁嚟到呢一 part 咧，就系表现到高低单圈嘅分别啦。咁除咗调音分布比例之外咧，其实主要仲有受到腔体结构啦，同埋单弦质素嘅影响啦，都会影响呢一部分嘅表现啦。咁 Lon 03嘅声场咧，好老实讲就唔算大啦，我会形容为中规中矩啦。但整体听感咧，亦都唔会话好压抑啦，亦都冇一个局促嘅感觉嘅。解释度嚟讲咧，这个价钱系我觉得算唔错嘅。咁但系同样地啦，头先之前讲嘅014嘅杜披版啦，其实系明显系好啲啦。咁分离度亦都算合格嘅，一个偏暖嘅调音咧，多乐器嘅表现亦都唔算系糊嘅。咁同樣比起自家咧，佢哋最新出嘅 Lon 05啊，或者啱啱講嘅014咧，咁的而且確 Lon 03係稍有不及嘅。好啦，咁最後嚟到優點同缺點啦。咁譬如講個缺點先啦。
咁相对调音嚟讲咧，我觉得 fitting 先系佢最大问题。咁亦都唔少朋友同我反映话呢一只耳机真系好难 fit 到佢哋，价音亦都系一般啦。咁啊，另外如果你话调音方面咧 ，mid bass 量的确系比较多嘅，空间感亦都欠奉啦。咁引申出嚟嘅问题就系话，如果追求通透型啦，或者系偏中高频响嘅朋友咧 ，Bonning 三就未必咁适合啦。当然差啊，梗系讲下啲好啦。咁其实虽然话各方面咧 ，Bonning 三亦都唔算系特别突出啦，但系胜在调音风格咧就比较成熟，亦都冇好负面嘅 Tri-Fi 感觉啦。另外以200蚊人仔唔到嘅价钱咧，我觉得性价比绝对系极高噶啦。咁声音表现咧，亦都系绝对收货啦。喺调音风格咧，杂食性内听到都系强嘅。对于各类型嘅音乐啊，譬如你话华语流行啊、欧美流行等等咧，甚至乎系去到摇滚金属咧，我觉得都系应付得唔错嘅。咁当然你话大编制咧，就绝对系太难为佢啦。综合咗以上咁多项嘅表现咧，以下就是我们对 Bonning 三在100美元组别以下的评分，大家不妨参考一下。咁以上就是我们对 Bonning 三的最终评价。Overall 来讲呢 ，Bonning 三以200蚊人民币都不到咧，其实有呢个声音水平是绝对超乎我们的预期噶啦。如果你话太多的挑剔咧，其实对佢非常之不公平嘅。咁啊，如果用一句簡單嘅説話嚟概括 Bonning 三嘅話咧，我會引用龍興貴嘅一句金句：借渣嘅價錢，消磨俾嘅味道嚟形容 Bonning 三最好不過噶啦。今集嘅分享嚟到呢度，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Facebook、IG， 同埋我哋最近喺 Facebook 開咗個 group 就係淘寶耳機交流群。咁裏邊我哋都會分享我哋嘅簡評啦，同埋同一啲品牌合作嘅折扣優惠嘅。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哋。我係 Project A3 嘅 Mars， 我哋下期再見。贵嘅一句说话，消磨俾嘅价钱，借渣嘅味道，屌，调转咗添。